在的四姑姑住的那个小房子我还挺喜欢的，因为它里面有一个壁炉，而且那个壁炉很安全，就是它可以设定时间，就是自动的时间它可以给你关掉，所以说很安全，而且很安静。World you must have crossed, you said. You don't know me, and you don't even care. Oh, yeah. She said, You don't know me, and you don't wear my chains. Oh, yeah.最让我喜欢的就是这个酒店的位置到滑雪场地的位置，就是步行距离基本上就是下楼拐个弯就到，三四分钟的时间，想吃饭往右边拐就是三四分钟。那沿途呢就是很多雪具装备的就是商店，这些都是给这个酒店加分的一个原因。 When flowers gaze at youCry when I see you, you said You don't know me And you don't even care 来慢慢来好再听对听你住好可以 OK 怎么样哎呀挺好谢谢你不就是这个视频里的 Hip 哥吗？叫范伟对吗？叫威廉吧。哎呦，您好，您好，你好，你好，我叫俊年。哎，俊年，你好，你好，你好。范伟拥有天使的面容，魔鬼的身材，集演员、明星、经纪人、模特、歌手、导演于一身，多才多艺。同时也是当下国内最火的 Keep 运动软件的首位签约运动达人。 3, 2, 1, and action 好有力量的手臂。你怎么在这儿？哦，我到这儿来旅游来了。你请个饭吧。好啊，不过我想请你帮我个忙，就是能不能叫我健身呢？没问题。太好了，来吧，来一起练。来一二开始起，好，坚持一下，然后慢慢的放下，再起。好，放下的时候不要完全放下，再起，坚持，好，人鱼线就快出来了。我第一次见范伟的时候，我觉得他特别的帅，而且他身体非常的健硕。听说他一直在常年习武，并且健身。这是我对他第一眼的印象，非常的阳光。我在发力的时候，是不是我只能靠这儿发力？但是我感觉我刚才这儿都在这块主要是支撑，这块可能会酸一点，因为它要支撑，然后这块要发力，还是要靠就核心力量。因为健身是很枯燥，就是没有人喜欢健身，但是有些人是喜欢健身时的自己，就看着镜子里面一天比一天好，在改变，所以喜欢的是这个过程。什么叫核心力量？核心就是你的核心部位，就是你的腹部、侧腰部位，还有你的腰部。腰部就像一个发动机一样。OK， 很重要，尤其是对男的。比如说我踢，当要踢的准，我拿什么练怎么踢？我怎么有什么？我就要踢这个位置。嗯，要练吗？然后踢就踢这个，就经常练会有控制。那我踢下半截，所以练多的人，哎，你看我挺准的，你看，哎，为什么？因为你，方位低，你就好控制。那我就专门踢人家的那个足三里。那如果你抬不高的话，你就可以这个，这样就是他对膝盖，他被我踢完之后还感谢我，做了中医的足疗，就老踢人家膝盖足三里，好，这样踢没用，这样踢要踹下去，要踹。你实在没女生就踩脚吧。踩脚，
比如说我在走路，有一个人从背后就是拍我肩膀，那我该怎么办？比如说你拍我，拍试一下。那我就拍，对，就做个示范嘛。你轻一点。对，我会轻一点的，示范一下。对，你拍了我，对不对？对，然后我按住你，然后一转。这个属于反关节技巧。那但是呢，比如说就是反应慢的嘛，比如说，哎，我抓到你之后，你反应快，哎，我跑，对你反应快，你要往后跑，往后缩，我就这样。哎呦，就反过来。那这样的目的是，就可以把这个他就是给放倒，是吗？至少他在那一瞬间是没有攻击力。明白明白。对，因为他最弱的地方被你控制。明白明白。哪怕你这时候再跑也可以。当然，这些都是我们只保护自己。对，保护自己。那比方说女性就是她如果女性的话，比如说我是女生，然后你一般会拽我的头发，就是拽我头发，按住，按住，哎呦，一下子就过年了，对对，就把你的关节给控制住了，一按这关节是软的嘛，只要关节一块是软，你再强过你的关节都是软的，哎，你看，哎，到这儿了，接下来你踢赶紧跑，好，见到俊宇初次应该说，哎。这小伙子长得比我高，然后我觉得他挺真诚的，然后他也是可以练对这种关节的东西。我因为说到截拳道，其实我也截拳道是比较直接的，比如说你要抓我，那我直接就拍掉，直接攻击，或者就是说你要打我的时候，我直接后退一步，然后踹你，其实控制好距离，然后再进攻，这样越简单越好。是。那我们像，就是我希望我们这次旅行中不要遇到这样情况，好不好？好，那当然安全。当然有你的这种技能在，我就觉得更加的放心了。其实结个伴，大家更开心。行，那我们去喝一杯去。喝一杯，好。行，好的。繁星流动和你。同路，从不相识开始心接近，默默以真挚待人。人生如梦，朋友如雾，难得知心几经风暴，为着我不退半步，正是你。遥遥晚空，点点星光，息息相关。你我哪怕荆棘铺满路，替我解开心中的孤单。是谁明白我？情同两手，一起开心，一起悲伤，彼此分担，总不分我。